你叮铃铃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哈姐那里。今天呢，想要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制作象神喂象神喝水，再到喂象神吃米饭团的一个体验分享。因为最近十天是象神的诞辰，我们一起在庆祝象神的生日，所以呢，举办了很多的课程，很多的活动来供奉象神，与象神连接。首先呢，我想要分享一下从捏象神开始。捏象神的过程中，我就看到自己的高傲，哇，觉得自己，不可一世的那个模式，其实非常的感恩，因为让我看见这个模式，我可以变得更加的谦卑，更加的臣服，然后还有觉得对于我来说那个自以为是，觉得什么事情对于我来说都很简单啊，不过我不想做，就这样，这是我的模式。来到这里看见模式，我就可以圆满了，圆满一半啊。看见了还要去实践，把自己那个真正的真实性、一致性还有责任感、丰富性都要拿起来，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另外一面的自己。然后呢，喂象神喝水，我就发现了我没有成功，我就发现自己在喂象神喝水的过程我是怎么看待他的。我就是觉得他不按照我想要的方法去做，然后他有问题，问题在他身上不在我身上，就是那个不负责任的把责任都推给他人的这个模式又被我发现了。好，到第三天喂象神吃饭在喂象神吃饭这个过程呢，我们不是喂他吃饭，我们是供餐给他，然后进行了冥想。在这个冥想的过程中，一个模式就是，原来我不愿意分享，不想要真心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给别人的原因是，觉得这些都是我的，我不要给你。这些模式都是在与象神连接的过程中让我发现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圆满的事件也同样的有发生，就是超度仪式，我就问一个同修，因为今天有超度仪式，就在昨天我就问他，你要不要参加超度，然后他说好，给我连接，然后我就给他连接，然后我就顺便多问了一句，你要不要参加2008美元的超度，因为超度有两个，一个是2008美元的，然后一个是一美元水洗的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了这一句，你要不要参加2008美元的超度，他就说好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真的觉得好神奇，感觉不是我在做，是神明在做。还有玛卡拉萨给了我一个强有力的认知，就是就算我认为不可能显化的，只要我心中有这个愿望或者我头脑上面有这个愿望，他都会帮我实现，这就是象神的力量，移除障碍嘛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没有障碍，我们是圆满的，然后一切就是交给神明去帮助我们，自己也走出一步去行动，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。所以今天这段影片分享给你呢，就是与神连接，与向神连接，与众神连接啊，积极的参加答谢，参加祭祀，在过程中最大的付出者就是最大的收获者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你们，祝福你们，你叮铃铃。